在吉丰机场起飞了吗？我是觉得可以放在别的赛道上去用啊。不是，但是天行者能跑这张图吗？我觉得天行者，我关键是我觉得吉丰机场你可以用别的车去跑啊。哎，测试没分被挡了一下。这是双圈赛道。哦，这张图确实，哎呦，这边直接放双圈，没反放，但是天行有点磕墙了。对。但是考你一点，你知道这张图的五宠带翼国服是谁的吗？不知道，阿妮的。哦，所以这一手选择看吧，千寻现在是拿到领跑位。哎，阿妮歪了一些，对，而且氮气节奏有点乱啊。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千寻也是要打了一个什么点啊，就是出其不意，就类似于320冒险岛。是，但是前提还是要自己能够稳住。哎呦，阿妮再上墙。哎呦，这就难了。嗯，即使千寻者也难追。是因为对面也是千寻者啊。对。就感觉这场比赛之前千寻练了非常多，就是这出其不意的一个赛道。对，千寻直接在吉丰机场驾驶的天行者起飞了呀。因为首先吉丰机场的一个选图率也很低，除了当时那个首图出来之后，后面的选图选过但是很少。对，虽然没看到小分，但是氮气还是可以做到。看一下前面只要不歪的话，问题基本上是完全抹得了呀。而且天行者虽然说他的氮气速度很快，氮气动力很强，但是他转向又可以接受。看这把成绩吧，我觉得应该挺离谱的。来看一下，1分24秒02，应该不会加苍穹吧，加奔雷是位。哦，对，奔雷赛。嗯，而这边直接拿出天行加上逐星者，尼斯大这边也明白了，就是现在这个分差的话也不太有加赛的可能性，大家就放开开心的玩就行了。尤其我们一直说伊斯塔这边可能趋向于一个双领跑，嗯，对吧？那在拿到天行和逐星的情况下，你们两个就看一下谁能够先出去。没错，这样四辆强车同台竞技的情况还是非常少见啊。和我们的 S 联赛的赛车一比，其实感觉分类稍微会稍微弱那么一点点。嗯，它是这辆特性非常强的赛车。分类就是目前这三辆当中最弱的。刚开启起步，前面杨隋领跑非常的快。没错，而这里的话是羚羊不断的干扰着青兽，但是阿妮感觉起步阶段也是出现一些失误的，跟杨隋拉开了两个车身位的距离。还是拉过来控一下车，这边直接开氮气，速度非常快。侧身延续以后再接一个进阶放 ECU。因为杨隋侧身其实稍微远一点，哦，但是撞墙，两个人都撞了，感觉像是羚羊在后边，还是阿妮在后边顶了一下。对，应该对抗不多，但是两个人都有点影响到路线。嗯，然后这边路线稍微弯了一点，再调整。今天双杀这边撞了点喷过来，落地以后再接一个弹射，给你弹出来。但后面青兽的距离稍微有一点点远。落地之后，前面杨隋。一个大的弹射角度，走在弹过来路线比较完美的情况，看一下最后的一个落实处。看时间，1分20秒24。这样的话是刷新了约海的记录。天巡留了，子墨拿了，天巡留到抢赛点。天巡下张图，如果说还有下张图，吉丰机场就是吉丰机场。肯定有下张图啊，不一定啊。千寻如果这把拿下就没有了。嗯，谢波让对面抓机会的这个选图，来看一下吧。独行者优势是有的，直接放氮气，先再开一个氮气。哇，瞬间这里实在太快了，没办法比啊。哦，压一下车，氮气延续，落地之后顺侧过来。ECU 不放了，嗯，留第二圈了，等对面失误。但是马上又到长直道了。对，这个千寻在二 B 城也是拿天行者跑，他应该也非常清楚。嗯，这张赛道你要拿天行者，你没得追啊。
优势实在太大。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把千寻如果说要去留车的话，就像你之前说的一样，干脆就留别的车，把记者再留下来。但是我觉得也正是因为千寻知道这是我的赛点，我的局点，去搏一搏吧，搏一个失误。那在反打如果广寒，打疾风机场为什么打广寒？就是如果说就是再换新者的话，对。有拉近哦，还有个 ECU， 哦，这个 ECU 是有机会的哦，那两个人都有。车能不能控好？对，这个图也是我们首次看到天行者登场。对，这个跑法的话，其实我的还不清楚，现在看一下吧，因为我们也没有这辆车。对，来了，看一下这次的一个开局，悟空想要去抢一下小玉。开局，起步是先抢到了优势，在这个阶段天行者没有办法发挥他的优势。是的。自由释放成功，过来直接反超，再开 CWW， 甩尾 CWW， 连续再接进阶，这个点屏幕弹击速度快。嗯，那控车看一下，控一下刹车，连续连上，再接 CWW， 再过来。其实这段路对于悟空来说真没得追了。对，这里可以直接屏幕弹气，这真的追不上。这个其实在早期有人也有用那个迅捷流星跑过，单圈49秒39。哎，这个就是这两个长直道之前其实在刚出这个图迅捷流星跑法的时候也有人用过，有人用过，但是我突然回忆起来了，当时蛋仔啊。对，之前其实有很多人喜欢用迅捷流星，就是因为后面两个长直道啊，你不用卡气吧。感觉应该有了，有记录啊。对，有记录，而且是轻松的感觉。对，就是唯一控车点是在这个点，你要控一下。哦，再往后我这里稍微磕碰一下，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一局最后两个氮气直接平开了，而且下一张图还能选一首指挥官的图。没错，看一下最后的一分35秒67。天行者是吧？来了，昨天其实有期待过，很期待，因为天行者这辆车爆出特性以后，我就在脑子里边基本上把所有的图都过了一遍。对啊，除开中国城这些，对，所有的联赛都过了一遍。我当时给出的答案就是单圈赛道，就像例如霍比特、穷云山这种，然后加上正反压花落下海。对，现在就是差反压了。来看一下反压上面的天行者首秀。没错，那这个起步稍微被红牛给对抗到了，从外边过来甩尾。对，还是要再清卡压气。前期红牛的特性还是很强，但是单氮气的跑法我觉得对于天行者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压力，因为容错率真的很低。是的，看一下后半段，这个是点飘，直接平方氮气过来。我点飘都没点啊，但是现在来看面对到红牛，天行者的强势期已经过了。哎，小玉在前面弹射不出，这个速度很快，点飘以后进入到近道。对，可以直接开氮气，就是这一个点相当的强势啊。没错，在口子进弯道第一弹弹穿。对，而且这每五次使用氮气再额外获得一个氮气，这个就非常的舒服，容错率还是很高。 ECU 释放点是不一样的，第一圈这失误，49秒16，侧身再空开氮气，哇，真的太勇猛了，这小红点的距离瞬间被拉开很多，尤其是在前半段。对，四 W 单喷，那为什么之前选手没有在这张赛道拿出这辆赛车？我觉得主要考虑的还是容错率的问题。哦，轻点刹车是可以调整好车头方向的，再来一个侧身调整，双刹断弹。C W 再接侧身，对，触发特性再给一个氮气，太舒适了，天行者根本不需要你去卡气。没错，看一下点飘进入近道，是再空开氮气，310多的速度啊，和解。最后的弹射。对，这边再来一个快速，再给一个氮气，哇，真的太舒适了，1分30。